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拉风链产品介绍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Hemp Creative Bag Buzzer， OK， 这个是适合18个月或18个以上的孩子们都可以玩的。So， 让我们一起开箱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 Hemp 的 Creative Bag Buzzer。So， 这个力它是 100% 全木做的， OK， 而且它的这些颜色力都是没有东西的。So， 这个他们是怎样玩呢？就是需要我们的三只手指就这样玩。OK， 转 ，OK， 转上去 ，OK， 我们会转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孩子他们未必拿嘛，因为他们好像看到哦，原来有这个，他们要拿起来，拿不起来哦。所以我们要教他去换位思考，小孩子他们要转呀。如果这样不能的话，就转看啊，你看这个洞跟这个洞啊，然后你再看这个跟这个，然后你要怎样做呢？所以小孩子他们就会叫他们慢慢转，然后你跟他讲可以这样转的 ，OK， 所以我们自己转咯，我们自己转，然后转到出来，这个可以train小孩子的什么呢 ？OK， 可以train小孩子的 fine motor skill，OK，、okay? 啊，所以这个力它的木板也是啊 ，OK， 这个里面呢最容易的是这个 ，OK， 第二容易是这个 ，OK， 第三容易是这个，第四容易是那个 ，OK， 所以给你们看 ，OK。我转一个出来了 ，OK。OK， 看吗 ？OK， 啊，就是这样。OK， 这个呢，它的底盘是八字啊 ，OK 啊。然后你看到吗 ？OK， 通常哈、外面哈他们做的哈都是一体式，它是 screw 在这里的。OK 啊 ，screw 这里的话，那小孩子如果他们这样丢，他这样打，这样就很容易坏了。所以我们做的是看他，我们是这样的，看到吗 ？OK， 所以小孩子他们就不容易弄坏喽。然后这个力我们还可以教他怎样拼的，我们可以教他怎样拼的。跟他讲，你把这个四个拼起来，他们就会这样，他们会这样。那他们可能会这样，这样就不能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小孩子他们去思考，要怎样才能够下咯？小孩子他们会拼错的，他们肯定会拼错。所以我们去慢慢这样教他，然后这样 ，OK， 这样拼出来哈，他就没苗咯。来我总结一下这个产品有什么好处啦 ？OK， 这产品第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要 find more those skill。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什么呢 ？OK， 学习到颜色。OK， 第三呢，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什么 ？OK， 学习到他们的那个 patience， 他们的那个耐心。OK， 给他们训练他们的耐心，因为小孩子他们有时候他们这样，他们就很紧张了，他们紧张了，我不能，为什么不能？说我们要训练他，我们要训练给他们，他们不会去那么这样紧张，不会这么容易暴躁啊，所以。还可以让我们学习到 fine motor skill fine motor skill 是手指的那个运动哦 ，OK 啊，所以这100%是全木做的，而且它的颜色是没有东西的，所以家长们你们可以安心的让你们孩子玩，而且这个是适合18个月或18个月以上孩子们都可以玩的 ，OK， 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Hemp Creative Bag Buzzer，Hemp Creative Bag Buzzer 我就介绍到这里，大家谢谢收看。